光控的对象除了报警用的蜂鸣器外，还有许多其他的选择，比如光控电路控制一个继电器，而继电器可以控制其他的用电器。继电器的电磁铁受到三极管开关的控制，三极管 Q1 和 Q2 导通时，电流流过继电器的电磁铁，电磁铁工作吸引弦铁使一引脚和三引脚的触点接触，即继电器的一三管脚之间导通，用电器获得220伏 AC 而工作。由于继电器中的电磁铁是一个电感线圈，当三极管开关断开一瞬间，线圈会产生一个反向的高压，这个高压有可能使三极管 Q2 烧毁，所以电磁铁会与一个二极管并联，平时二极管反向偏置不工作，当三极管开关断开时，电磁铁线圈产生的反向高压将通过二极管第一释放掉，从而保证三极管 Q2 的安全。